呢，我只能说这件衣服让我变得超年轻超白的。如果你很勇于尝试，今年很流行绿色跟紫色，如果呢你没有这个绿的衣服，我觉得你可以买。第一个我跟你先跟你讲，它的尺度可以到这么大，而且呢它的这个可以打开当成是小外套。再来呢，它因为尺度大，大到刚刚有没有看到妞儿把它拉成是唯一字领的感觉。它呢，来这一件呢大概可以穿两个我，因为呢它真的是弹力很十足，而且它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材质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边是做一个那种滚边，然后滚小边，然后呢一个青苹果绿的颜色，然后做几颗扣子，那它可以当上衣，然后连下摆都是这种很可爱的颜色，它可以当上衣也可以当外套。然后它是这种大小相间的螺纹间距，所以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。那这一件你要把它露出来，你要露肚子也可以，它其实不太会露到肚子，它刚好在裤头。你看这样子，就是在路上是看到你最多看到穿搭颜色，今年最流行的颜色。白色的话，它非常非常的亮白洁白，然后呢，一样就是滚边做非常漂亮。然后白色很多人喜欢，是因为它可以搭纱裙、花裙、牛仔裤等等一大堆一大堆的裤子哦。